范冰冰在自己社交网站晒出一段视频画面，原来是出来直播带货，向粉丝们推荐自己的品牌产品。范冰冰戴着发箍，看上去十分居家的装扮，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忘记开美颜的缘故，视频中的范冰冰看上去十分的憔悴，她嘴唇有些发紫，眼睛水肿严重，黑眼圈也相当明显，看上去就像是刚刚哭过一样。在直播中，范冰冰虽然看上去很开心，但是整个人的皮肤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。对此，很多粉丝们表示，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，也可能是角度问题。